要害怕。哦，有我嘞。嗨，有你管什么用啊？有你管啥用嘞？我害怕。我这是第一次做手术。对了，你这叫啥话？谁不是第一次做手术？哎啊，连大夫都第一次啊。打一针麻醉，哦，做手术，行，手术相当的成功，那就好。苏醒过来之后，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疼。哦，那好啊。嗓子眼儿疼。哟，怎么拉这儿嗓子疼啊？手术太成功了啊！护士们一鼓掌，大夫一开心，嗯，返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对，没听说过，做手术的还带返场的呢。你看，要不说谁都会得病嘛，是吧？啊啊，包括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哦，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哈。您介绍一下。对，这我认识啊，侯爷，这大脸蛋的这主持人，嗯，啊，他是我师弟，对，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嗯，少侯爷侯震，对，就是他，他也上医院了，他侯爷怎么了？嗨，我们需要介绍一下侯震，您说说，这个人特别的好，哦，不争名，不夺利，不贪财，不好色，真是好，奇懒无比，啊，嗨，哦，就是懒呐。有一天德云社剩一个人，就是他。怎么呢？懒得造反。哎，好，连造反都懒。两大爱好。哪两个？第一是说话。哦，喜欢说。他跟你聊天，你不用搭理他。哦，不用理他。他自个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哎呀，说了你脑浆子能沸腾了。好，不用交流就说。烦的人没法没法的。嗯嗯。前些日子我实在是太烦得慌了。哦。给他买张机票送到海南去了。那是海边。好家伙，打海南回来我一看呢，啊，牙都黑了啊！怎么呢？自个儿冲着太阳，嗯，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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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太阳还能聊呢，就这么大能耐啊！第二个爱好是爱吃，哦，比较爱吃，是什么都吃？怎么都吃什么呀？今天台上的话筒本来是四个，他吃了一个，在后台跟啃甘蔗似的，正嚼呢。呵，好嘛，能吃。前些日子，嗯。他上医院了，他因为什么呀？胃嘴伤身。怎么叫胃嘴伤身啊？出去吃饭点了一个菜，叫腰果鸡丁。这菜很普通啊。这菜一上来，嗯，侯老师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什么呀？我就爱吃这腰果鸡丁。对，侯爷说话就这味儿。哎，有腰果，有鸡丁，可不是吗？腰果过完油，搁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嗨，就是倍儿香，鸡丁搁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那能是一个口感？这两样过完油搁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那就说倍儿香就完了。但今天鸡丁里边有几块肉看着像肉丁，哦，掺着了。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是因为腰果过完油嘎吱吱倍儿香。哦，肉丁过完油搁嘴里嘎吱嘎吱倍儿香，那不是一样吗？但如果爱吃腰果肉丁的话，干嘛点腰果鸡丁呢？也是，就是因为喜欢吃腰果鸡丁，所以我没点腰果肉丁。哎呀。按你这菜里边的肉丁就不应该，嗯，不应该。但是而且你光腰果肉丁我也就认了啊，你这里边还有松子呢，怎么那么乱呀、啊？这菜里头，当然你要松子肉丁也行，要松子光腰嘎吱嘎倍儿香。哎呀呵，啊，光松子也行，这里还花生呢。哎呀，太乱了，叨叨叨叨叨说40分钟啊，啊，就这菜，好，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啊，厨房也不炒菜了，嗯，屋里没有人动筷子了，嚯，饭馆门口没人走，哎，静了街了，挨着他旁边有一人呢、啊。点了一份牛仔骨，哦，拿着小刀要切牛肉，40分钟下不去。哎呀，这时候心都快跳出来了，心都碎了，实在没辙，拿着刀奔侯爷那屁股啊，住口！哎嗨，这位还挺沉着，你这玩意儿，这刀扎侯爷屁股上了。那是，侯老师一回头啊，你猜我刚才点的什么菜？还说呢？他不疼啊，他这个爱点腰果鸡丁。哎，行了，腰果一灌又嘎吱嘎吱香，这好鸡丁灌又嘎吱嘎吱香，得了，全饭馆的人都蹦起来把他摁在地下啊，捂嘴的捂嘴，拔刀的拔刀，嗯嗯，给人抬到医院去缝针去，赶紧就送医院。大夫吓一跳，是啊，侯震屁股上扎一大窟窿，那还不一窟窿，脱了裤子拿酒精棉给他消毒啊，那是擦了20分钟，怎么这么长时间啊？侯老师啊，都说您爱说话，是以后有说话的时间呢，嗯，洗个澡吧。哎，好嘛，这儿擦泥呢，他这儿不是大黑屁股蛋子。哎，好，让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嗯，8斤半棉花呀。嚯，又拆褥子给他擦干净了。哎呦，这多大个儿，这得，这一搭茬儿，嗯，他乐了啊。你以为我乐意上医院来啊？怎么回事？我今儿本来吃饭去了。哦。你猜我点的什么菜？这就要开始。对啊，
腰果鸡丁。哎，对对，早就说这个。哎，腰果一管又干这二不像。这叫又来了。四十分钟又来一遍。哎，又说一遍。大夫这汗哗哗的。他也听傻了。他说完了。大夫，我这好缝吗？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喂，净听你的了。大夫这汗呢？汗一下来，眼镜掉地下了，滑的。这眼镜37000多。哎，嚯！显微镜改了。哎呦，瞎子一样。没有这眼镜，大夫就看不见了。那就做不了这手术了。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这跟敬业也没关系。凭感觉也要缝。这怎么凭感觉缝啊？哎，啊，屁股上有眼儿就缝上呗。哎，嚯，这玩意儿多悬呢，这个。哦，就是他了。啊，就摸着了。哦，还不小啊。走，哎，走你啊。这么缝啊？干这么些年，这不叫事儿，你知道吗？好，这那底子呢？你放心，哎，缝的倍儿结实。哦，一丝风都跑不了。哎，这好。哎，行了，缝好了。哎，上嘴咬啊，多恶心呢，这东西。起来吧，啊！侯老师站起来提裤子，嗯，什么意思？嗓子眼儿发紧、哎，对，这回再说话就兜得住底气了，拿手一摸，哎，这不行，这个，嗯，这我自己带来这给缝上了、啊哎，对，原来带的，啊，一摸上面还有蝴蝶结，哎，哪儿来蝴蝶结呀、啊？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我这嗨，我都没听说过，你看。侯震上医院啊，我们这还有一上医院的，谁呀、啊？孙越，哦，那胖子，孙越都知道吧？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捧哏这400多斤，是，400多斤，真这么胖？好家伙，他那裤衩要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哎嗨，没型那，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哎，好嘛，这么大个，大胖子，胖的不行了、坐飞机得买2张票，嚯，2张都得靠窗户啊。那就给人过道都堵上了，这个胖子啊，特别胖啊。哦，胖子春节前，去年春节前冬天哦也住院了，怎么回事？一回家这媳妇告诉他，是给你道喜啊。怎么嫁给你这么些年没个孩子、哦、这回行了，嗯，你要当爸爸了。嘿，预产期下礼拜三啊。这孩子是孙越的吗？这个不是他的，是你的呀。住嘴！别瞎说，这我也破案了。这别瞎说，你这啊，下礼拜三，胖子乐坏了，盼了这么些年，终于当爸爸了。嗯，推开门满处的喊呢，喊什么呀？哎呀，我要当爸爸了，高兴啊！是高兴。那天是北京下第一场雪，哎呦，那场雪可大，也不知谁堆了个雪人啊。胖子过去了，踢这雪人，踢他。哦，我有儿子了，他咔，嗯，腿就折了。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雪人啊，堆在消防栓的外头。哎呵，怎么那么缺德呀？这人，胖子就歪在这儿了啊！雪越下越大，呵，给胖子就罩上了。哎呀，啊，雪孩子了，谁打那过？呼，这雪人堆的款式啊！是啊，鼻子眼还冒烟呢。哎，对，这倒没感冒。嗯，夜里1点半才发现他。哎呦，抬着家去，扔到炕上化冻。好家伙，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凌晨5点，胖子苏醒了啊，浑身难受啊，是腰里边一较劲，一翻身打炕上掉下来了。哎呀，啪啪，哎，怎么还弹好几下啊？油大，哎，这好，肉多，送到医院，大夫赶紧来了。啊、怎么了？怎么了，孙老师？哎呦，这个什么时候翻的身呢？是啊，1949年。哎，嗨，谁问你解放那年了？问你什么时候翻身掉下去的？拍片子吧。啊，这腿拍一片子是。大夫说：“您瞧瞧您这片子啊，您说说，这儿折了，哦，这是粉碎性的骨折，嚯、哦，这儿存筋了，嗯嗯，这是软组织挫伤，哦，3月吧最少住院，伤筋动骨嘛，啊，100天嘛，嗯，他说那不行啊，嗯，3月哪行？我下礼拜生孩子，我们家啊还有这事儿，大夫能快一点吗？嗯，那你等会儿，哦，10分钟大夫回来了，嗯，拿着片子啊，这儿好了，这儿好了，这儿好了，嗯、这儿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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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这么快呀、啊？看您那么着急啊，我给你 PS 了一下，哎，没听说过，这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你。我就说胖子，我说你找死啊！那家医院不能去，怎么呢？那是曲艺团的3产业啊！那都是说相声卖不票的，穿白大褂冲大夫呢。嚯，好家伙，没把你烩土豆就便宜你了、啊，可吃了。
找谦儿哥吧。啊，于老师在北京医疗口那是大拿呀，一片的朋友，没有不认识的呀，都是哥们儿。一说把谦儿乐坏了，是胖子你真行。哎，走吧，哥哥安排这边的医院，这边好吧？这边医院跟咱们有交情，你瞧瞧，我们家好几口人都死在这儿了。哎，我这交情拿亲戚换来的呀，拿三轮车拉着胖子奔这边医院，真去了。院长、大夫、主任都出来了。哦。二十多口人接我，谢谢于老师。哎，送猪来了？啊，不是，啊，干嘛过节我就是送猪来了？不是，孙老师，我的师弟做手术啊。院长说，赶紧直接奔手术室，不，中间的环节就都免了。这是您的面子，这是朋友交情。给胖子脱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嗯，打开无影灯，专业大夫护士洗手，戴上帽子、手套，一切应有之物，规矩啊。就在手术台旁边有一小桌子，这桌子这是于老师坐在这儿，嗯。烤串，哎，无菌室里边我生炉子烤串，一个炒串炉子，啊，一个涮的火锅，啊，还有锅子，哎，喝着酒还喝着，哎，我干嘛这儿吃啊，我跟这撸串，啊，亲眼看着做手术，我要监督着，这是您的身份，要别人进不去，请麻醉师，这是必要环节，麻醉师来了，啊，打哪儿啊麻醉啊？您说说，尾巴骨，这叫尾椎嘛，先拿笔在胖子尾椎骨这画一圈，这画圈干嘛？写上，嗯，争取打得中。哎，嚯，感觉他没谱。护士们也都写，嗯，但愿不要再出现医疗事故。哎呀，孙老师会活下来的。嚯，老天保佑。哎呀，我赌300块，还下注呢。哎呀，一针下去，嗯，孙胖子下半身没有知觉了，这叫半身麻醉。大夫过来了，嗯，孙老师是。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手术费的问题。哎。干嘛这绑票呢？是怎么着？弄一半身麻醉是怕他跑了？别，这是于老师的朋友，这是我带来的。大夫看看啊，于老师，这是您朋友吗？我给他证明一下。谦儿哥也上啊，你上，我就别吃了吧。哎呀，赶紧说话呀！好，来啊，上半身麻醉哦，上半身又打一针啊，孙胖子彻底睡着了。那行，大夫拿过手术刀来啊，刺儿，这一刀给胖子来一个大开膛哦。问护士们，嗯，什么毛病？哎，开完了膛再问呐。护士们，你看我，我看你，嗯嗯，腿折了。哎呀，这，哎，也没话可说了，把大夫气的啊！不早说呀，你们就说是浪费一刀片儿，嗯，心疼刀片儿啊。于老师还添点什么不添了吗？我就不要了，我添也不添他那里头的。啊，你嫌他肥是吧？哎，对，太腻了，不添就缝上吗？早就该缝上，哪儿的事儿去？你们这提醒我一声啊！就说是，这是不像话干嘛？还得肥多嘛？你看弄我一手油，你看，哎，这不至于这么肥。这事闹啊！哎呀，好，还是牙，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嗯，接腿，赶紧接吧，把腿接上了。嗯，胖子送进了病房。嗯，苏醒过来，感激。嗯，谢谢院长。哦，谢谢大夫。是。谢谢主任，嗯，多亏有你们，嗯，哎，这，哎呦，这个谁给解释一下？对，胸口这一套。孙老师，您这个是这样，您不腿折了吗？对呀，我们这个大夫需要这个手从肚子里进去给您接腿。这没听说过，谁信呢？啊，孙胖子住院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他跟高峰可不一样。高峰怎么回事？我们这儿叫高峰的德云社，都明白。高峰最大特点胆小，哦，每天上赶着上医院。干嘛看病去？最少两遍，每天一天去两次。哎，最少两趟。干嘛去？一早就到。嗯，大夫您好。哦，大夫瞧瞧，高老师来了。嗯，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哎，好嘛，都这么说了。您这叫什么话？嗯，您看过，确实有病。说说。右手食指啊骨折。哟，这手指头折了。对，怎么折的呀？哎，我这个人强迫症。这爱强迫症什么事？你看着。嗯。这是。这四个都响。哦，那个不响，嚯，不响就撅舌了啊！大夫给他缠着药布啊，一边缠一边告诉他：“嗯，你要有时间去一趟精神病院查查吧。”哎，对，先得上那儿去啊。这是上午啊，下午他又回来了，又干嘛呢？大夫您好，我又回来了。嚯，大夫正吃饭呢。嗯，哎，您讨厌的啊，这忒赶了人了。好，你比我来的还齐啊。说什么病？怎么着？大夫，嗯，我聋了。聋了？什么叫聋了？就是我听不见声音。哟，多长时间了？啊，四五天了。嚯，我现在跟你说话听不见，滚蛋！哎，对，纯粹起哄。
不是大夫，我没说完，我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说。跟大夫怕什么的呀？我这个聋是选择性的。怎么叫选择性？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其实这也是个事儿。大夫给你拿药，来吃这个啊！吃完这个耳朵就听得见了。吃完这个，屁声大，哎，不治上边治下边，这大夫。吃吧，回家放去吧啊！哎，好嘛，回家放去像话。转天，老高又来了，干嘛呀？大夫，我又来了，说说吧，今天打算得什么病？嗯，我这个便秘。哦，便秘。四五天没上厕所了。是啊，便秘。嗯，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啊，哎，就别跟那儿连着啊你。我挨着，废话呢，两个段子还连着呢。啊，好吧，好吧，好吧。啊、那个，我给你开点开塞露吧。哎，开药，两盒开塞露。嗯，高峰拿走了。这个话对。下午回来了。嗯，大夫不管用啊。嗯，当然开塞露是挺好吃啊。嗯，味儿也不错，它不灵啊。废话，你喝了它能灵吗？那个。我大夫气了，家有电钻吗？干嘛呀？自个儿秃噜秃噜吧啊！你听说过？什么主意这是？这病我治不了啊！你这样吧，你去验个尿，哎，全面检查一下，全身检查是。拿着验尿这小塑料碗是。高峰站在楼道里边就快哭了，干嘛呀？没有尿啊！嗨，这早上没喝水，这怎么办呢？嗯，正发愁呢。怎么着？来一熟人，谁来了？孙悦的媳妇儿，她干嘛来了？要生孩子呀？啊，对，产检，打肚子。哎，哎，嗯。高峰看见了嫂子。嗯，干嘛呢？哦，着急验尿，没有尿。哎，对了，嗨，怎么着？嫂子这有啊。哎啊，怎么着呀？你要来，我倒给你点。哎，没听说过，这能混着用吗？这个，嗨，说相声的娘们还管这个？哎，好嘛，真混。这个高峰接过来、嗯、谢谢嫂子。别客气，您等会儿。嗯，怎么着？还不匀这个分的。那、嗯、Cheers。 哎，干杯呀、啊，我得把那锅子端出来，你们喝点行不行？不是，好啊，谢嫂子啊，那个还晃悠呢，醒一醒啊。这还醒什么呀？这本身就够骚的了啊。谢谢嫂子啊，大恩不言谢啊，尿的好常来啊。哎，好，这卖尿呢。嗯，高峰拿着尿化验去了。是，一会儿化验单子出来了。哦，高峰怎么着？怀孕？那还不是怀孕吗？高峰在医院哭了都不行了。哭什么呀？要了命了啊！列位看看吧。是，我叫高峰。对，我怀孕了。对了，我恨死于谦了。有我什么事啊？他说不会怀孕的呀、啊、去，嘴上厉害，你听着这跟这胡说，他敢说，但实际上人很正。那是，这是在中国相声界来说，这是个刚烈的汉子。我也有时候有那病态美，你知道吗？一个他，一个我，一个高峰、嗯、是我们这个后台我们仨最好。嗯，因为小的时候上学曲艺团学员班，对，我们仨同班。哎，同学。谦儿哥比我大四岁。是，竟然同班。您的意思我蹲了四年班是吗？上学的时候啊、嗯、他跟高峰都是好孩子啊，我稍微差一点。哦，我不爱考试，一沾写东西特别出头。是啊，老师也不爱看我。嗯，一到什么期中考试什么的，嗯，监考老师就围着我站着看着我、嗯、写啊，就看你写。哎呀，人家高峰跟那儿腾腾腾腾全会。哦，于老师眼神好，他能抄啊。啊，我啊，抄高峰的，就我这个难了。老师看着我，气得我呀。啊，提笔就写。你还真有写的。儿子出题难，嗯，孙子监考研。嚯，老子就不会，退我上学钱。这嗨，他上这儿发泄来了。我们仨坐了一个桌子后头。啊，谦儿坐这边，高峰坐这边，嗯，我坐当间。哦，仨人。老师指着我鼻子，嗯，俩好孩子让你带坏了，真是。郭德纲，嗯，你就是他们俩中间的搅屎棍，把我脏的呀。我是个棍子，我们是屎是吗？你搅屎棍子搅，行了，别比划了，想想都难过。是，我比你还恶心呢。哎，但是现在回头想想，上课也挺快乐啊。当然了，上基本功课的时候其实是挺难受。怎么难受啊？枯燥啊、哦、你练功就这一段词儿背吧，没什么意思。连着说俩礼拜天天这段不好玩啊。是是是，那也得来、嗯、有的时候玩的课还行。嗯，比如说口技课，还有口技课。哎，模仿这个我们都爱来、哦、是吗？老师也愿意来。郭德纲，嗯，你们学个学个什么什么，来跟老师一块来，这个有兴趣啊？能学什么？哎，比如这节课咱们学拉锯的声音，拉锯，锯锯木头，木匠，全体四十来学生一块儿、啊，
跟着老师，这还比划着啊，预备开始，嗯、啊。你瞧，这还真是门技术啊！觉得好开心，嗯嗯，好玩，比背那个强啊！那是郭德纲，嗯，学个什么小狗叫狗，这就逞能似的站起来，哇哇哇哇哇哇！嚯，来这，高峰，嗯，羊怎么叫？这高峰，咩咩，学这，嗨，哎，玉仙，嗯，鸡怎么叫？我也学呀。他这儿，嗯，大爷来玩啊？这什么呀？我也成熟的太早了吧，我经常就这个啊，但是我们仨那会儿关系是最好，那是，哎，处处都是，反正我爱带他们俩一块玩，哦，不管干嘛我们仨老在一块，那是关系好，那会儿他在我们班了不起，是吗？家里有钱啊，有提我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啊，啊，老辣家，哎，别提这个了行吗？他爸爸好洗澡啊，哎，行了，这块匾叫青花池，对，又拖呀，这大小一块玩啊，家里边大户人家，哎，谈不到。上厕所啊，高峰他们家穷啊。哦，我们课间休息上厕所，高峰用的纸，嗯，都报纸裁的，没钱买，抓一把报纸，高峰上厕所了啊，屁股上都是晚报的东西。哎，呵呵，这于老师那卷纸啊，进口的，嘿，一卷一卷的，嗯，带香味儿，还有香味儿。我们小时候列位，嗯，那还了得，校长都用不起那个。是一到课间休息上厕所，他跟显摆似的，嗯，啊，拿出来一大捆，拿一包，一大卷子呀，啊，哦，接手去喽！我这是扫厕所去了，这是，你是炸碉堡去了？没听说过啊，注意措辞啊，嗯，扛着一大捆到厕所，啊，显摆呀，嗯，哦，好香哦，嗨，哇，至于不至于？你这老闻这，嗯，就有那个高年级的，嗯，给我闻闻，他也闻，抢过来了，嗯，嗯，走了，就拿走了。这节课他没回来，这蹲45分钟，下课我跟高峰赶紧救了去吧，啊，哎，给他搀出来，哦，搀着他，嗯，在操场上学走道，哎，好，我都蹲木了都，一节课谁受得了啊？啊，再上课我高兴了，嗯，老前辈，什么？我们请那个曲艺界的老前辈。哦，老艺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嗯，给我们上课啊，像这个课，嗯，校长主任都得跟着，他们也听。那年我们那个主任我记得请老先生叫什么，黄先生啊，对，唱曲儿的，那个，唱曲儿的一个老前辈，那一年是91岁。好家伙，我们14、15人91岁啊，老头那胡子到这儿，哎呀，姓黄，嗯，毛片的那个黄啊，有这黄字哪有这么举例子的。老师一进来都害怕啊，他厉害呀，老前辈老艺人嘴不留情啊，那倒是，都哆嗦。校长在旁边也坐着，嗯，老头别看91了，声若洪钟，啊，是啊，嗯，那个于谦啊，叫我于谦的心哪在嗓子眼儿这儿啊，就那么害怕，害怕呀，嗯，站起来，嚯，我要上节课教你的小曲儿再唱一遍，这是要复课。谦儿站起来，嗯，我这样就别怎么了，上课呢懂吗？啊，你这个状态好像在厕所被人把纸片走了似的。这位是唱曲儿的，是算命的呀，嗯，烛影摇红雁透纱窗，哎，说这词儿吧，唱，嗯，是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住口，干嘛拦着我呀，什么东西，唱的还不如我孙子好呢，这叫什么话呀，老艺人不给人留情面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并不觉得是一种侮辱。为什么呢？唱的还不如我孙子好，他91了啊，我们14、15，哦，人他孙子都奔60了，嗯，这结婚太早点了吧，这也，所以我们并不觉得是伦理上的侮辱。那倒也是，啊，还占便宜了呢。于谦好开心，嗯，我也犯不上开心，坐下了，高峰，我扶眼镜呢，站起来了，嗯，先生好，唱唱，烛影摇，住口，拦着，唱的还不如我儿子呢。高峰看了眼于谦，很开心，坐下了。
我可 out 了呢，这是。我这心呢都到这儿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血都凉了呀！这学习不好。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嗯，郭德纲，你看，我这血都到这儿了，准都活活吓死。嗯。教室里边鸦雀无声，就听你呢。黄先生站起来了，嗯，郭德纲，啊，请您唱一段。哎，这什么老师啊？这是，也没有这么贱骨头的，知道吗？干嘛呀？这低三下四的。是是，谢之主公，一句都不让唱，别唱了。嗯，唱的跟我父亲似的。哎，这嗨，你这约着人一块占便宜，这不成啊？哎呀，侮辱啊！侮辱啊，哎，这还侮辱呢。但是老先生那会儿教我们的东西到今天依然觉得很宝贵，那叫童子功。那会儿告诉我们保护嗓子啊，一定要善待自己，对，辣的别吃哦，嗓子受不了。是是，太甜的不行，甜的齁肉哦，太咸的不能吃，这是腌着。真吃饺子不许蘸醋，嚯，怕把嗓子遮着。嗯，哎，黄先生大米饭都把两边尖搅了去，这也太细致了吧，这也。后来黄先生是饿死的。哎，这嗨，这么吃饭没有不饿死的。但是现在回头一想，哎呦，嗯，确实老爷子当年教给我们保护嗓子，嗯，到今天觉得太对了。是，当然跟前辈们比没法比啊，嗯，我们有一位曲艺的前辈刘宝全先生哦，那个为了保护嗓子一辈子没吃肉哦，光吃素。要实在不行了想吃点荤的，嗯，熬一点这个牛肉汤。这干嘛呀？肉搭出去，拿那汤再煮菠菜，还是吃菜，就算开荤了。呵，睡觉前雪花梨切一片，含着梨片睡觉。这干嘛呀？早晨吐出来，梨片是黑的。这黑的是肺火吸出来的，就那么讲究。我试过不成功。你不行吗？睡觉前来梨，夸切一片横着。啊，我睡觉爱咬牙，咬牙这毛病，躺下喵喵喵喵喵喵，哎，这就咽了。后来我就想，我找一个人，就我睡觉他看着我，是啊，不就能制止我吗？哎，我跟他媳妇还说，嫂子，你啊别睡，不用他，不用你媳妇，你怎么不找啊你？好，后来你媳妇不答应我，才找我媳妇啊。这好嘛，先跟他商量。媳妇，弘扬民族文化，嗯，知道吗？弘扬正能量，嗯，哎，这个支持一下这个传统艺术。嗯，我买点梨，切成片睡觉，你别睡，看着我啊。干嘛？我横一片睡觉，哦，我嚼了，你给我续一片。哦，还往里续？我只要一咽了，你就给我续一片。嚯，一片一片的啊，好吧，啊。买了这么大个的梨，买了四个。好家伙，这得切大盘子上尖儿，够五斤，含一片。嗯，睡觉，早晨一睁眼，嗯，没有。哎，这没续，我真急了啊！我说你怎么回事？弘扬民族文化呀，就是振兴传统艺术。怎么了？这是正能量啊！啊，你怎么你没给我续梨片啊？嗯啊嗯。怎么续啊？咋续了吗？续的没你吃的快。好家伙，五分钟这四个梨就进去了。哎呦，我还饶了半张饼呢。啊，要不是手快，戒指都没了。好家伙，要抢东西来了。这是玩笑说玩笑。嗯，基本功到今天依然管用。是相声四门功课啊，坑蒙拐骗。对，没听说过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嗯，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哎，哪怕走到街上看见一个叫卖，一个小贩吆喝，嗯，都得跟人学。吆喝也学吗？我们都学过呀。嗯，街头叫卖，嗯，比如说这个月份，过去北京城走街串巷有卖菜的，青菜，现在没有了。对啊，包括到我们小时候就很少见了。嗯，再往前倒有十冬腊月，哦，冬天。挑一挑，嗯，前后的箩筐里边搁上青菜，嗯，站在街上就这一嗓子跟唱歌似的。怎么吆喝？十几样青菜，来来，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芽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嗯，连通县都听得见，通县都能听见。通县还有一卖菜的。哎，这嗨，你说俩人，这是北京卖菜的啊。到了天津有一种叫卖好听，什么呀？药糖。药糖，小方块的糖，红的、嗯、黄的、绿的、白的、黑的、紫的，嚯，各式各样，掺了薄荷的，掺了什么橘子的，嗯，反正吃完之后助消化去鹅味，这挺好。过去从二三十年代天津街头就有，嗯，穿小西装，
头发梳得锃亮，那年头打的叫法蜡。嗯嗯，哎，头发梳得特别好，小小子哦，挎着一玻璃盒子，里边点着灯，哦，灯一照这个堂，呵，人也精神，堂也漂亮，这一吆喝是一大串。他怎么吆喝呢？买药汤嘞，谁还买我的药汤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汤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嘿，这一大套。卖药糖的啊，又坏，药糖掉了。嗯，好吃啊，现在也有，但是没有当初的那个状态了。嗯啊，还有一种吆喝挺好玩的，叫就是糖葫芦。哦，糖葫芦，哎，一根竹签的，穿着好多山楂果，是是，蘸完了糖，搁在青石板上，叫糖葫芦。对，北京吆喝这好听，是吗？啊，悠悠荡荡，像唱歌似的。什么味儿呢？蜜来冰糖，葫芦来哟，葫芦。嘿，有点意思啊。北京出去240里地到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那它叫天津话叫糖墩儿，墩儿就是一个一个的糖把它堆在一起。哦，但是念的时候念糖墩儿，啊，这有口音了。而且吆喝就吆喝一个字儿，吆喝墩儿。哦，就这么一个字儿，墩儿。嚯，墩儿，老带拐弯的。嗯，有的吆喝全啊，大红果的糖墩儿，你瞧。大红果的糖墩儿 啊， 啊，大红果那会儿就是红果山楂的啊，偶尔的有什么这个山药了就不错了。那会儿也有别的水果啊，有，包括现在也有，啊，现在什么各种水果的，我看都能穿，那，啊，也能吆喝呀，那吆喝就热闹了。你比如说苹果的，怎么吆喝 ？Apple 的，什么吧 ？Apple 的，还有橘子的，那就 Orange 的。香蕉的呢 ？banana 的儿，面的呢？糖馒头，哎，糖馒头，连主食都上了，别跟人捣乱，像话吗？啊，所以这是这个糖葫芦。嗯，其实过去来说，炸油条这吆喝，哦，这怎么吆喝呢？大锅油条啊，哦，有油条，有油饼，有薄脆。是，其实这个光这个炸油饼的摊上，嗯，它应该能炸出十几种样子来，这么多种。现在这油条吃不得，尤其北京油条，是吗？就这么大个吧，啊，黄不唧唧的。是，我有时候站着老问他们，你炸那铅笔多少钱啊？哎嗨，太小了，人都不爱搭理我，嗯，啊。过去炸油条一边炸一边吆喝，这也吆喝，那错不了。怎么吆喝？哎，好听极了。您来了，嗯，还有那个。炸那个油炸滚儿啊，那一串一串吆喝，嗯，哎，炸了个圈儿，圈儿里套着杆，母连僧，九母到西天，打开了丰都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嘞，鬼儿嘞，炸叫，你瞧瞧，炸油条的带典故的，那个正经的油条不能低于一尺啊，这是炸油条的规矩啊，哦，不够一尺，说这块面，啊，弄短了不够一尺，啊，打别的上面掐一块也得补给你。哦，还得够分量，一定要枣红色的。嗯啊，而且油条难在哪儿啊，嗯？一年四季它揣那个碱不一样。哦，有区别。行话就四季的碱不一样。哦，而且找咸淡口这是最难的了啊。说出一个一级的厨师特别简单，嗯，出一个好炸油条的这个不容易，也有难度。正经炸出来一尺长，又酥又脆，嘿，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没听说过，太见骨头了。这，啊，就当枪毙我一样。要不嗨嗨。您就别跟着裹了，您啊，好好不枪毙我，不枪毙我，啊，就是炸油条的。嗯，现在其实说句良心话，各种叫卖很少了，是几乎见不到。没有，但是我前两天我回趟天津，嗯，天津街上看你叫卖，没把我乐死。卖什么呢？卖光盘。不要批评你们啊啊！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这嗨，这大哥，天津大哥，真是卖光盘，好家伙！这脚啊踩着这个旁边一块石头，哦，地上搁一个绿色的大个的帆布旅行包，哦，两手抓着这么两把光盘，胆儿真大。光盘都知道吧？是是是，那光盘都知道吧？这甭说了，一嘴天津话呀。怎么吆喝呀？看光盘，看光盘 啊， 啊！有男的和女的，有男的和男的，有女的和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去你的吧！
相声啊，其实好多节目，咱实话实说啊，嗯嗯，这个都是编出来的。哟，嗯，这是送酒来的啊。哦，嘿，哦。哎呦，真好啊！这是米酒醋，嗨，没喝过啊，谢谢啊，嗯，真好，这样的观众我很喜欢啊。嗨，但是他这样做我觉得不周到。怎么呢？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哎，这叫什么话呢？这是人有脸树有木头的是吧？谢谢吧，这个在台上跟谦儿哥合作十几年了，是这十多年，说句良心的话，谦儿哥跟嫂子对我的关心确实非常大。有时候想着我，哎，我有时候有很过分，很过分。哎呀，您挺好。你这样会鼓励我会犯罪的。哎，这货，就是在台上再说一句，嫂夫人不像我在节目当中形容的那样。哎，那是表演，那是艺术的虚构。嗯啊，瞎说呢。实际上嫂子特别好，而且还不错，在后台是典型的是贤妻良母。哦，就疼我们这些人呢。嗯，看谁都像自己的亲人啊，跟我们也不见外。嗯啊，德刚。这些日子我这个可能也上火呀，真可难受了啊！谦儿也是忙顾不过来，嗯，我这个你看这个怎么这么难受，浑身呢？我说嫂子，嗯，养病如养虎，哎，该检查检查。对，到这岁数你可能是前列腺啊。啊，没听说过，因为他也快四十了嘛。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生日小，生日哪儿就生日小？跟生日男的跟女的都分不清楚了啊！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吧，你跟我说不管用。啊，对呀，啊，我不是大夫，真的，嗯，啊，去吧。真听话，哦，嫂子到医院挂号，嗯，到医院没有别人，还验个尿啊，对啊，验个尿，拿个小杯子哈，嗯，哎，好，小医院，哦，小医院人特别多，哦，一大帮人，嫂子也在里边拿着杯啊，排队等着，嗯，等着啊，这前面都填完名字，等着护士叫，哦，叫谁把这杯酱端进去啊，一会儿护士出来了，嗯，喊嫂子，他叫嫂子姓王，嗯，姓王叫王上举，这名字。高尚的尚，嗯，举重的举，哦，王尚举，王尚举，嗯，嫂子站在后头，没听见，前面这帮人都听见了，嗯啊，那可不是王尚举吗？那王尚举，嗯，还举，王尚举，还，哎呀呵，最后一句他媳妇听见了，啊，到，哇，真到。这些年来呀，我们俩人啊，说的哎，泼，嗯，哎，往上举啊，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哎，嗯，沾这个能耐大着了都啊，嗯。其实这些年我们俩人算了算，我们俩搁在一块儿啊，就有关艺术界的这点工作都干过来了。是啊，我做过影视的编剧啊，嗯，导演，他正经学过导演，哎，嗯，哎，电影电视剧我们都演过。是。综艺节目访谈节目也都干过了，嗯，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唱大鼓说书，就跟这行有关的嘛，我们都来过了，差不多了。他还跳过艳舞啊？哎，没有没有，那多少年前的事了，哎，那还是有过，还是有过，嗯，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来啊，嗯，那个咱实话实说啊，虽然说是封箱，嗯，我们凡事也有个尺度，这你让于老跳艳舞，咱实话说台上也没有一个什么钢管什么的，哎，这不，你咱哪学过那个呀？开玩笑，这男的他哪会这个？嗯，不是说他媳妇会，丈夫就得会。没有，谁也不会，谁也不会。我打死我也来不了。你要说让我唱个戏，我倒行。啊，其实这些年，我最近整理了好些个90年代初我唱的评戏。嗯，我那天算了算，吓我一跳。嗯，传统评戏我唱了就140多出，那么多戏，啊，就是啊，哎呀，哦，特别感慨。那可以唱一唱。后台跟他们聊天还说了，嗯，我说好多戏现在都失传了，其实当年评剧都唱，你比如说台上有时你们老起哄来叫小帆，哦，叫小帆，京剧四郎探母，对，京剧的我唱过，梆子我唱过，其实评剧也有四郎探母，哦，评戏也有，不过没人唱，真的，实话实说，呵，啊，好啊，那多少年的事了，这是，啊，哎，这还。哎，这唱唱京剧评剧，它很多词儿差不多，但是它还是有区别。嗯，你给我搭个架子，我唱几句，你听听。怎么搭？搭架子就是帮个忙。您说，比如说，都知道这故事吧？四郎探母，杨四郎跟铁镜公主，
俩人坐着说心事儿。杨四郎说：“我其实不是你们北国人，嗯、我是杨家将。”对。然后公主这抱着孩子，俩人说这事儿，到最后决定了去到令箭、嗯，让你过关探母。故事都知道哈。嗯。哎哎，那就是、我怎么搭架子？啊，就一句话，因为什么？京剧是前面搭架子。哦、嗯。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嗯。杨四郎唱，唱完旁边小孩哭，嗯、哇哇一哭，杨四郎在这说话。嗯、啊，本宫与你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大叫啊？嗯，哎，然后后边再接着唱。评戏呢，这孩子哭是放到后边，怎么哪后边？就是到后边，我本是杨四郎，名姓改换，嗯，将杨字拆木易，匹配良缘、嗯。我本是杨藏，这切住了，嗯，嘟，旁边这哇哇哇，孩子哭，您就应后边这个孩子哭，你等我这只要我本是杨藏，嗯，我这只要锁住了，你就配一句，嗯，小孩哭，嗯，你。咱们当初都学过嘛，这个口技、啊，你那会儿记得学鸡叫什么？记得吗？啊、就别说，这不小孩哭跟学鸡叫什么关系？这段挺长的，我就、啊、我掐当劲儿几句二六就行。哎，好，嗯，我给您搭这架子、嗯。好些年不唱了，我告诉你。来来，哎呀，我也是宠着你们，嗯嗯，这听完就听完，别上网搜去，没有啊、嗯。嗨，因为也没谁了。嗯，都只为宋王爷。舞台还愿潘仁美匡生家来在了伯范你的父天庆王设拜双龙宴我的兄八员将赴会在沙滩我大哥替宋王西迁遭难我二哥替八王命人黄泉我三哥被马踏驶入泥烂有本宫和八弟失落伯藩我本是杨藏我的儿就为这个呀就搭这么一架子还掉进去了没有这句我就不唱了我告诉你这评戏后边也有叫小番、哦、跟京剧梆子都一样他都有叫小番是吗他那几句跟别的不一样我唱你听听啊好好来一个嗯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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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公只去到金披肩不去了乌云见苍天站立宫门叫小凡哎没完呢哦带爷的千里战马扣连环驸马爷我爷